我刚刚真的以为洋葱头他真的会来了，别老一直都喜欢他，可不可以再从头再来，只有一天再给我一天，可以吗？不管是余秋楠还是张柏芝，我都希望他好勇敢好勇敢地继续在人生的路上。所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好好好好，说我心空在那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？